开始就谈这一个，首先先看一看前言呢，同学哈。啊，那我们在前言里面呢，就是呢了解了学习心态，然后还了解了坐禅的功能呢哈。基本上来说，坐禅的功能已经上过了课。过后呢，我们就提到聚缘哦。那聚缘里面有提到就是持戒清净。那如果同学记得的话呢，上一堂课呢，我们开始了解什么叫做持戒哦。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上堂课里面有提到呢，什么是戒呢？戒呢就是所谓的品质清凉的意思哈。然后过呢是恶止善行。那我们上堂课有提到，就是呢，你有持戒的话呢，就不悔呀，不悔就可以得到安乐了哈。过后呢，我们有提到呢，就是你本身你要有戒体呢，一定要对四谛三宝有深切的了解了，才可以产生得到信心的。啊，接下来同学我们再继续看了哈。啊，我们呢在上一堂课里面呢就开始有提到三规五戒啊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就不杀生戒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啊啊。那么呢就是不偷盗戒不杀生戒完成，那我们进入就是不偷盗戒啊。那不杀生戒是外界的呢，大家就是呢曾经有做过一些讨论呢哈，和杀生有关系的啊。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就是不偷盗戒的部分了啊。好，也不偷盗戒。好来，OK， 好，就看到同学的好来，正平就请你读一读了，这个不偷盗戒了，好，请你读一读了。不偷盗戒。因为明了波谢到地上一样被不公平忧心不平，我心持守不同道理，并积极行使他人利己损他的获利行为，我是言常养不失心，才法二师，消无吝惜，并与众生同享无有匮乏的生活。物品。好，好，这样就行了了。来，同学，请画重点呢。啊，正平啊，这个有提到上次一个短片呢、啊，正平啊，之前那些短片呢，你有没有收集起来的哈、啊？还是都是临时暴露的哈、啊，正平啊？有收起来，在电脑里面。啊，那OK， 好，来，正平有收起来哦。那这一个短片呢，是关于的打抢有关的短片，正平就麻烦你现在就播放给大家看 ，OK 吗？可以。啊 ，OK 吗？正行。可以。好啊，有可能玉华呢就没有download到，那玉华就跟着看荧幕了。好 ，OK 好。啊，我们看荧幕呢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有那个词，有那个字的哈，看那个字还是可以有跟到课的哈。好了，我们就个别呢各自看荧幕哈。
说那个短片什么名字啊？OK， 好，正题已经看完了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请你请同学个别发表，算不算是通道？好，就请他们发表之前先报上大名来，有请啊。师傅，师傅这边出现了一些状况，那个影片我找不到。是不是上次师傅给大家一起看的？这样刚刚师傅呢，就通过荧幕的那个短片有看到吗？刚刚？没有。正清师傅再播放一次，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
好，就有请同学出来发表哈、啊，先加就是龙运的同学了啊，先报上大名，然后呢，请说一说这算不算是偷刀，然后你的理由是什么？来，有请 ，OK。啊，我看我这边呢，先让我们线下的同学。那就是自强呢，先进行发表吧。啊，自强有请。哎，那忘记了啊。OK， 好，来，只是这样对上。啊，对，OK。嗨，我是自强。我认为呢，这是一个抢劫，因为他是规定要一个数额，而且他是拿着枪的。你可以坐前一点点吗？方便吗？OK 啊，志强已经表态了，来其他同学有请表态，线下的同学龙运的有请。师傅阿弥陀佛，我是月平啊，我认为那是偷的行为，因为他虽然没有很身材强，我是他已经表示是来抢劫的，意思说他你有那有那个好成分，就是说。让那个人没有的选择了，他就是要把他不愿意的财物交给他。谢谢。好，感谢同学。刚线不是很好，我们只听到后半部罢了。来，再请多一位了。有哪一位啊？因为有两位同学认为这个是抢劫，有谁认为不是的吗？啊？龙运那边有谁认为不是的吗？觉得都是抢劫的请举手一下，都是抢劫举手一下。OK， 看到了玉华啊，龙运那边有三位举手。OK， 好，之前有举手。最后小朋友后面那边呢，有一个人没有举手，那位来，请你出来发表一下。对了，你没有举手，来发表一下什么原因？先报上大名，然后呢，解释一下哈。师傅，我是丽茹。我是觉得他不是偷盗，因为他没有强迫性，而且对方也是自愿拿出来的。就这样。好，感谢你同学。OK 哈，有不一样的看法呢，这样辩论才精彩哈。同学，我们看看呢，其实是不是偷盗呢？我们在这边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啊。首先呢，偷盗的构成偷盗是需要有条件的。第一就是呢，物品的价值。那刚刚呢，他去的是 supermarket 啊，东西一定是有价值的。OK 好。那么呢，价值的部分就是呢，如果是说你偷五块和十块，那么十块的叶是比较重的啊。第二呢是盗心，就是呢，你有心要拿对方的东西。那么如何知道你有心要抢对方的东西呢？刚刚同学举了个例子，他有一把枪，他的方法是温和的，但是呢，他是讲啊，我要很客气的，但问题是他有一把枪，他是志在必得的，他志在要拿一些呢不是属于他的东西啊。如果他没有那个枪在的话呢，很可能盗心就比较不容易构成了。好 ，OK， 以前是他东西已经拿了，他方法呢是属于抢盗，他精神健全呢肯定是健全。整个沟通的过程是蛮挺健全的啊，没有吸白粉啊，然后没有喝醉酒，对象呢就是对方，那个就是 supermarket 那个人呢啊，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呢，其实是构成偷盗了的。OK 好，好了，同学我们看一下呢啊，在这里呢，这个偷盗的部分我们提到啊，
因为明了就是剥削、偷盗、欺压和社会不公平带来的痛苦啊。剥削呢，基本上来说呢，是常会发生的啊。这个所谓的剥削呢，就是呢，红色的字有没有出现呢？再讲一下。啊，有出现啊，好，对啊。那同学，为什么我们谈到会剥削呢？哈，基本上这个所谓的剥削哈，就比如说老板呢，刻意不帮工人呢交公积金啊，这些算是剥削来的，这样子哈。那此外呢，其实也有谈到童工的剥削，在其实不发展的国家里面呢，哈，有相当多的童工，那么呢，他们都是被付一个非常低的薪水呀，哈，然后呢，这种呢就算是剥削，也算是社会不公平来的。啊，同学看一下，这些就是童工来的，看到吗？嗯，年龄非常的小，然后给到的薪水是非常的低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一些呢，我们就称他们为剥削啊。嗯，这个童工呢，很明显呢，全部都是被剥削的一群呢，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同学我们看一下哈。啊，有提到就是欺压和社会不公平，那这个社会 不公平呢，基本上来说呢，这个不公平啊，这一个呢就延伸到这里一个观念，就是忧君不忧贫啊。那么呢，有一位叫红蓝的神经科学家哈，红蓝本身呢，他是相当不错的一位专家，他在台湾那边呢，他在美国拿到了那个脑神经科回到去台湾。他之前就是政治郎来的，那他呢写了一篇论文，那很好，很有趣，就是呢，那么他们做个实验，实验里面的公司里面很多的人，那公司里面很多的人，那么他围着一个人，他说我给你一笔钱，那这笔钱让你来分，那么呢你如果分到对方呢甘愿和欢喜的话呢，你们两个都有，那如果对方分给他不甘愿的话呢，你自己也没有分，他也没有分，这样子。那么首先呢，这工人呢，他做第一个分法。那这个分法呢，就是呢，首先他觉得哦，因为我来分钱嘛，那你本来是没有的嘛，他自己分七，对方分三，这样子100个人做实验，结果发现呢，几乎超过98%的人都不要，宁愿不要那30块钱，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你拿70，我们拿30不公平。几乎超过98%的人呢、啊，都宁愿那30块不要，啊，全部的思考模式都一样，觉得不公平，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好来，这个是第一个试验。那第二个试验呢，他们就换了一个机器人，由机器人来分。那机器人呢是属于机而分的了。简单来说就是呢，那100个人里面面对机器人，有时机器人会分到机器人本身多80块，你20块少。那有时候机器人分到你多80块、20块，它少等等之类，不同的组合。可是非常意外的呢，通过机器人来分，居然都没有意见啊！这是个很奥妙的地方哦。我们用人来分呢，哈，那么分到你30块，我70块，多数人的思考模式就是呢，啊，为什么你多我少？只有少数18%的人心里会想，我本来没有的，我现在多出30块，我很感谢。很少的人会这样子想，但是换成机器人来讲呢，都无所谓啊。所以这个试验呢，是告诉我们一个总结是什么？多数人呢是忧君不忧贫，我宁愿不要，但是我要公平。所以这个社会不公平呢，其实是带来哈、蛮大的痛苦的啊。如果你有受过不公平的对待呢啊，但这些不公平的对待呢，往往啊都是如果你在商界做生意啊，又或者是说读书方面呢，好，那么它本身会有制度的，那这个制度本身呢，它就会带来一些因为不可能全部人照顾得到嘛，所以就会有社会不公平啊。我是不是记得呢，在很早期的时候，那个老马哈，当首相了哈，他说啊，我分东西不容易的，因为往往啊都是呢，马来人经常他说他不公平，因为呢他们拿不到他们要的东西。华人也讲不公平，印度人也讲不公平，大家都讲不公平。好，所以这不公平呢，其实是有一个个案呢，很值得可以进行讨论的。
如果有一天是，比方是说你有三个孩子啊，一个是三岁，一个是五岁，一个是十二岁啊，就是三岁、五岁、十二岁啊。好，那你有一粒蛋糕，那你有一粒蛋糕呢，你要分给他们三个人，然后过呢，你会如何分？啊，那有两个方案给同学，一个呢就是因为三岁、五岁跟十二岁，大家食量是不一样的，你就根据吃得饱来分。那如果根据吃得饱来分的话，十二岁一定分的大最大块咯，五岁的呢是中中咯，那三岁最小块咯。第二个分法就是三个人一模一样。啊，就是大小的比例是一模一样，请问你会如何来分，以便不要塑造社会不公平？好，来，一样的，就先有请第一位，就是自强台的，你会如何分？我是平均的来分，是因为避免啊不正常。嗯，就是单个人两个人才能选。那么如果三个人都平均的话，那么十二岁的吃不饱，三岁的多过头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可以叫那个三岁的是分给哥哥或。分给他比较大的。那如果是三岁不愿意呢，就让这个十二岁的吃饱了。这也是无可避免，就是说他是吃不饱，你希望他是明了那个均匀的那个那种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必须要学习吃不饱，然后呢接受这个事实。就是因为让大家可以得到公平的蛋糕，是吧？对。啊，你可能给他往前一点。好，我们听了之前的班，来，同学，就现在有请，就是线下的同学呢，没有回答的，随便两位请上来一下，好。我是赖整一，我觉得我会三个人的分同样分量。好，先不要走哈，好，三个分同的重分量，那你跟自强的单一样。那请问十二岁的就是吃不饱怎么办呢？十二岁的吃不饱，然后呢，三岁的又不愿意把自己多出来的给十二岁的，那怎么样了？啊，没关系。OK， 整体打起来有困难。来，正平再请另外一位了，一位后面呢有一些比较成熟思想的。他会有他的更好的辩才来捍卫自己的想法。师傅，我梁辉，我每次写个题家伙，反岁，五岁一次，家伙。啊，其实是相当不理想啊，哈，你们的线想的卡挺甜的，啊，没关系，同学可以请对象，好，
怎么继续讲了啊 ？OK 啊，因为玉华呢本身喉咙不舒服，就没有参与到。OK， 现在你样子清楚了，请你再表态啊！现在你的现场了，请继续讲来。我是认为是随着年龄来分配比较好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如果随着年龄来分配啊，那小孩子说为什么我的比较小，他的比较大？五岁的说为什么我的比较小，他比较大？那你如何回答他呢？因为你还小嘛，你的肚子都不能胀得这么多嘛。如果三岁跟五岁啊，老是觉得很不公平的话，那你会如何让他们平息他的不公平啊？因为他们就是老是在思想上呢，觉得我的小，你的大这样子。就是说，因为小怎样都是不能吃到这么多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其实呢，你要做的呢是说服觉得不公平的人啊。那你其实没有完全说是说服到啊，没有关系。其实师父在这边，让我们感谢同学，让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其实这个问题呢，抛给大家呢，是让大家知道分东西不容易的，真的真的。因为不管你如何讲分都好啊，都不会有公平。更何况一个整个那么大的马来西亚，那么多的人，更难说公平。所以呢，我们只可以说呢，制度上努力，尽量达到公平。但是呢，其实最终的公平还是在于内心了。啊，你可以满足的话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呢，现在换个立场，就是呢，将来我们呢是被分东西的人，我们知道分东西很难分的。啊，那我们呢，就是当我们拿到啊，就是不合自己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做自我调整。嗯，因为呢，我们要常常看到自己有的。啊，常常看到自己有的，那如果你常看到自己有的话呢，你有知足，你就容易快乐啊。其实制度呢，你可以不断去改正它的，但是改来改去是改不到完的，因为绝对没有个完善的制度。那么呢，制度改个了外在，一定要改个回来内心，因为呢，你永远不知足的话，你永远在改外在的制度，它不会有个圆满的答案。好，给大家晓得了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试过了分东西之后，知道很难，那么我们就知道，自己一定要往内心去看到自己拥有的啊。这样啊，其实呢，看到自己拥有啊，哈，这个观念呢，不要小看了哈。好，同学看啊，这个观念看到自己拥有啊，不要小看呢、啊，因为师父呢有特别去留意啊，那就是呢有几个残障的人士哈、啊，像比方说这一个哈、啊，嗯，好，来同学看一下，嗯，这位呢就是呢口足画家谢坤山，他本身是 join 瓷器的，他大概是在十来岁的时候呢，就是呢不小心被电烧到，然后呢看看他是用嘴巴来画画，然后呢看到吗，两个手没有掉，一个脚是一只来的，然后眼睛一个是半瞎，但是同学你看到的画非常的漂亮，对不对？嗯，看到吗？他的画啊，看到吗？好、哦，他的画是非常的漂亮的。嗯，然后呢，师傅有画，你看到吗？你看这画是非常的庄严好看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这画非常的好看啊、哦，
这同学就师傅就发现呢，不只是他，原来所有那些啊残障人士啊，他可以振作起来，就是有很正面的观念，看到自己拥有。所以呢，他就是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哦，我虽然呢、啊、没有啊，就是虽然说我两个手没有掉，可是我还有一个脚啊。虽然说我只有一个我没有掉一个脚，可是我还有一个眼睛啊。虽然我不能够用手，但我可以用嘴巴。他老是看自己拥有啊，这虽然是不容易，因为对残障人士呢，他最容易看到就是自己失去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些成功的残障人士不会太多，但是可以成功的呢，都要超正面的才办得到的啊。所以同学要常常鼓励自己，看到自己拥有啊。一般上看到拥有不容易。其实呢，要看到拥有呢，通常要从比对才看得出来了。像我们现在呢，在马来西亚呢，我们大家是丰衣足食的。那么呢，要看到自己的缺乏呢，应该要去穷苦的国家啊，去柬埔寨啊、缅甸一些比我们更穷的国家啊。那么从那边呢，我们就看到我们拥有很多。同样的，我们呢有眼耳鼻舌身，我们是觉得理所当然的。那唯有呢，你去残障院那边呢，哈。去比对才看到，哦，原来我缺乏那么的多啊。所以呢，同学就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不同道具里面呢，可以领略到一些东西啊。同学呢，当你啊已经有完全的这样子的体认之后呢，你会下定决心不偷刀，然后呢积极防止他人立即损他的获利行为。OK， 好，那么呢，你除了下定决心不偷刀，那些人呢立即损他的呢，你会积极防止。就像现在啊，我们流行就是说现在要打击贪污啊，所以呢，其实贪污本身呢就是一种利己损贪啊。那现在呢会鼓励群众啊，去推销啊，你推销法令保护，因为有这样子的话呢，才可以打造一个不贪污的社会啊。他讲了，我誓言长养布施心，那在偷盗的反义词就是呢我们自己的布施。那么不管是钱财还是佛法呢。两个的故事一点都不吝惜，然后和众生呢同享无有匮乏的生活，那就是什么都有啊。一般上我们会偷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缺乏啊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的话，我们没有必要去偷别人的东西的啊。可以理解吗？哈、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同享而无有匮乏的生活了啊。好，这是属于不偷盗的啊。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下到去呢。其实这个不邪淫戒哈，好，来在这个不邪淫戒之前呢，我们这个不偷盗呢，还要再看个短片哈 ，OK 好，好来同学就是请线下一个同学 stand by， 好在附近我们先看过一个短片先了。
陶同学，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短片啊，那个短片里面呢，同学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哈、啊，这个短片呢，就是开始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女孩子，她要买鞋子，那她买鞋子的时候呢，她突然呢，就是那个一个绳子啊，把她拉到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她还看到就是呢，一个东方的女孩子在缝个鞋子。可是鞋子给他的时候呢，背后呢却看到一大堆的染污啊，然后呢就是破坏环境啊，听明白知道吗？这个其实说明就是呢，其实在外国啊，很多这些鞋厂或者是做衣服的呢，都在第三世界里面制造，因为呢劳工便宜，他们把厂设在那边，把染污留给他们，那么留给他们之后呢，接下来呢这些东西是都是代工来的。听说现在你讲的出的知名的品牌哦，全部是代工，那么呢他代工呢就把它带过来。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已经爆发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呢大概在好几年前呢，就是 Rana Plaza 同学留意一下看看。这个呢就是牵涉到社会不公平的问题。这 Rana Plaza 呢，在 Bangladesh 呢，这边的里面全部一个大大的建筑物里面呢，都是做代工的。你讲的说的品牌啊 ，Uniqlo 啊 ，Zara 那些呢，衣服啊，全部都在这个地方代工。但是这个建筑物啊，却是倒塌了。那其中一幕里面呢，有一幕呢是最震撼人心的哈、啊，是哪一幕呢？就是这一张照片。同学有看到吗？你看到的呢是一个男人抱着个女人，然后呢两个死掉了的，因为应该是倒塌时候他要保护啊他的太太吧。好，为什么这个照片里面呢，其中一这个是最佳轰动，而且让大家看到就是呢，几乎呢现在我们在mall里面呢、啊、买得到的知名品牌呢，它背后可能会有血腥在里边的。那其实要提出个课题，什么课题呢？您知道吗？以往啊，那个 fashion 呢、啊，他们呢都是呢，大概在一年呢还有一季罢了的。可是到了现在，其实几乎每一个礼拜呢就有新的 fashion 出来。那么每个礼拜、每两个礼拜有新的 fashion 出来，还有很便宜。那在吉隆坡呢，大概百来块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新的 fashion， 甚至不用超过百多块、几十块买得到。棉花不断的加价，水电不断的涨价，但是为什么 fashion 可以无时不间断的出来呢？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剥削工人。所以就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工人呢就说啊，他们车拉链的好，车一年呢都买不起一件衣服。哦，就是因为啊被剥削的缘故。那么这个 Rana Plaza 其实呢，在倒塌之前呢、啊，他的经理啊接到这个订单，那么他接的时候啊，他也想不接，但是他不接的话呢，就被别人抢去。那么这个倒塌的这一个地方哈、哦，大概呢是有多少呢？过千多人一起做工的。这倒塌的地方，我们看一下，看到吗？哦，倒塌整千多人呢在上班的这个倒塌的地方，但其实已经看到了那个痕迹了的哈、哦。但问题就是在于呢，他也没有去开始步骤，结果塌下来死了很多人。这个大概是在好几年前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从这边呢就引申到剥削的问题。因此呢，其实到了现在哈、哦，我相信啊，就是在龙运的小地方哈、哦，可能你还是可以啊看得到McCafe 啊，可能是大方没有，但是你去大一点的地方哈、哦，其实现在啊，你喝一杯10块钱大包咖啡已经很普遍了，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你买件 Uniqlo 的衣服，可能30-40块买得到，也不是什么问题。不过就是在于呢，现在就是呢，你要去关注就是呢。好像买大发的咖啡，它的种子里面呢、啊，买那咖啡豆啊，它的老板呢、啊、就已经 promise 说啊，我们没有剥削工人，他会特别交代很清楚啊。所以呢，刚刚那个影片里面呢，就特别有提到说啊，你现在可以通过 apps 里面就可以去查询得到，到底呢哈、啊、
这个就是有没有剥削到工人，他给的工人薪水多少，尤其是这些知名的制衣厂啊，这些做衣做随便小看，像 Zara 几年前我看过啊，他一年的盈利是几十亿的，哇，很厉害的。那他可以怎么赚到那么厉害的呢？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做消费者之前呢，能的话会去探讨他们有没有剥削到工人啊。那到了现在呢，有这样子一个思维呢，就很跟得上时代的一个想法了哈。好，来同学，我们呢这一个呢就是提到啊这个不投包借的一个情形啊。啊，正平啊，你们的线呢都不是很理想，师傅的视频啊输送出去呢有没有顺利收到啊你们啊？都还好，只是会讲话不听不清楚，可能过后再看回录影哦。好，了解哈。主要是荣誉那边呢，师傅这里的线其实蛮强的啊，所以呢，师傅强你们不强呢，他也会出现一个断层的情形这样子啊。好，来就随便请一位荣誉同学。来出来念一念这个不写迎接了啊，来有请啊。Hello， 啊师傅，我是叶平啊。第三届不写迎接，因为明了不正当性关系所带来的痛苦，我决心。持守不结淫戒，不违反缺乏感情和婚姻为基础的性关系。我誓言常养清净心，维护配偶和家庭的幸福和乐，保护儿童免受性虐待的伤害，并与众生同享清净不染的生命。好，同学有请，就是发现了吗？好，同学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提到，就是不邪淫啊。五戒里面呢谈不邪淫啊，主要呢是针对不正当性关系啊。在我们宗教里面呢啊，如果是站在生物学的立场呢，其实呢繁殖后代是很正常的，尤其在欲界里面。我们呢是我们现在活着这个世界呢啊，叫做欲界世界。那这个欲界世界呢是包括地狱恶鬼畜生，我们人类。除了人类以外，我们靠近我们还有六层天，那个叫六欲天。基本上我们大家呢都有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色跟繁殖啊，这是我们这边的人的欲界众生的特质来的。那么呢，这个六欲天过了之后，就进去色界，在色界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男女相，因为他没有色也没有繁殖，所以不用吃东西也没有男女的。那么那个 level 呢，很明显就是。高过我们。那么呢，如果是依据现在的生物学来讲哈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呢是和我们的繁殖有关系的啊。我听说呢，比如说 OK， 我们人类的岁数啊哈，像我们人呢哈，我们要照顾一个小孩子，大概照顾到15岁还是18岁让他独立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女性的停经期加上这18岁就是女性的年龄。那么男性呢？就是他的生育能力到死的那一刻呢，他的精虫还是可以产生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死期。那不只是动物，我们发现其实呢，连植物都是一样的。往往呢，我们的生命有多长啊，是跟我们的生殖有密切的关系的。所以可想而知呢，就是呢，几乎我们活在啊这个地狱恶鬼出生，地狱跟畜恶鬼不谈，谈畜生大乎我们人类。基本上大家活着呢，它的意义呢，尤其在畜生道很明显的。你看到我们养狗跟猫，它们有牺牲期的，那时间到了，它们是交配了，
啊，对，那你会发现就是他交配过后就生小孩，但是呢，他小孩哦，好像猫这样哦，他到大概几个月大、啊，他就丢开他了，他让他自己自立，这是他们动物的一个本能。所以呢，过了他在等第二次的出生期，那么在这个期间呢，他们就开始让自己生长啊，这样子。那在出生期的时候呢，通常会抢配偶的，会抢被抢夺的啊、哦，因为在出生期的时候呢。动物呢都会分泌一些味道，那这个味道会吸引到呢同样的同种的动物呢来和它进行交配。所以如果我们放眼看所有的动物啊，包括人类啊，几乎呢适跟繁殖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在那么多动物里面，只有人类最特殊，因为人类会考虑事情。那么人类呢在吃这部分呢，我们可以弄得很讲究。你看呢，我们呢同样是本来是吃东西是肚子要温饱。而是现在呢，你来到吉隆坡呢，你可以呢丢一餐30块钱，那么呢，你30块钱一顿饭呢，你去的地方呢，它是怎么样的呢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哈，那天时候才去这个地方吃来哈，就是一顿饭30块钱的哈。我看一下呢，好，来同学看一下哈，啊，这一个呢就是一顿饭30块钱的地方，好，那么呢去到第一就是排长沟，那么呢碗碗碟碟都有讲究的，然后呢你的茶呢都有人专人倒给你的啊，其实呢然后呢是来送你的人全部仪容端庄，然后呢穿着端庄。这应该是在我们 KL 呢最五星级和豪华的素食餐厅的，但是因为你给20到30块的代价呢，所以呢，其实如果要温饱的话呢，应该是最便宜的地方，那应该快饭钱，再加一杯咖啡一样是饱的。但是为什么它会加上那么多倍的价钱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啊，在吃的部分产生了欲食，因为呢，我们呢从一踏进餐厅里面开始呢。每一个步伐，然后呢，眼耳鼻舌身，这其实到外面的呢，都是已经就是已经预示化了的啊。从碗碟呢，到气氛，到音乐，到排场，到食物的呈现，到食物的样款，只有人类才做这样事情，其他动物都没有。应该最聪明的人猿没有做这样事情吧？我们还没有听说过人猿呢，香蕉如果特别摆设来吃。海豚也是很聪明吧，啊，应该是接着人类第三聪明的动物，但我也没听过海豚呢如何把它的鱼特别摆设来吃，但是只有人类呢才会做得到。所以可想而知呢，我们人类呢为什么归类万物之灵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吃的部分可以把它变成这样。那同样的呢，交配呢，其他动物通常啊，它们时间到它就交配，但是可是我们人类会关起房门来，所以就是因为有羞耻之心的缘故。动物，同学记得，动物没有羞耻之心的，所以就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呢会提到不耻淫戒，因为呢关羽呢，我们认为啊，和你一起啊，可以进行这一个交配，然后呢生育下一代的呢，必须要是和你有，就是有感情和婚姻基础的，这个是我们规定啊，原因是因为呢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繁殖后代呢，它是牵涉到跟贪欲的念头有关系。这个贪欲的念头呢，如果是没有受到控制的话呢，你修行会非常的困难。这个其实呢，也是牵涉到跟 chakra 有关系。那就是我们看一看啊，这个、就是 chakra。啊，我们可以用了就是这些就是轮脉哦，来做一些解释哈。啊，同学看一些哈，基本上来讲呢，就是呢，在腹部往下的三个轮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七个轮的哈，那么一个是在两个在头部的哈，这个没有那么理想。啊，同学看一下。好，一个在头顶，一个在眉心，那么一个在喉轮的，这三个轮位呢，都是和开发高度精神领域有关，就是修禅定有关系。
然后呢，下面这个海底轮就是会阴和就是生殖轮和生殖器官交界，男女生殖交器官交界症呢，这些都跟欲望有关。基本上呢，纵欲的人呢，哈，不管是吃也好啊，各方面的欲望都好，这两个轮会活跃的。那么肚子的这个脐轮也是，所以一般上呢，肚脐往下三个轮呢，和我们欲望有关。那么一个过分活跃的人呢，他这三个轮会打开，通常休息会比较困难，因为呢，下面三个轮开着呢，上面三个轮就管了。所以呢，所以一个要修行的人呢，他一定要进行节制的。所以呢，就这个缘故呢，我们提到的就是呢，他必须要进行节制。那么呢，即使是说呢，哈，但是呢，当然了哈，对于一个刚结婚的人呢，他还要生育后代的来说呢，我们就谈正淫啊，但是不行还是制止的这样子哈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呢，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东方人里，如果是呢发生性关系呢，是一个不是自己的配偶的人呢，或你的家庭应该就破碎啊，因为没有一个我们东方人呢，通常都不能够容忍啊自己的配偶呢和第三者发生性行为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呢，如果这样子离婚的话呢，孩子就会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啊。所以呢，这些呢都是不理想的这样子哦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有提到呢，就是呢，保护儿童免受性虐待的伤害啊、哦。那这一个呢是近来呢比较流行的一个课题哈、哦、啊。其实早在很早之前都有哈、哦。所谓的性虐待呢，主要是因为呢有某一些，尤其是男性呢，他们对小孩子呢进行性行为呢，他们会有产生快乐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整个过程呢，会对小孩子会造成伤害，而并且呢，它其实是不会带来生育的功能的啊。我们基本上男女呢，通常呢进行性行为之后，一定会生殖后代的啊，所以基本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这一个呢，会产生呢，它是比较特殊的哈、啊。那如果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呢，很有可能这些人过去是有邪淫过。或者是在佛法上有毁谤，才会说到今生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对异性没有兴趣，可是他喜欢去玩弄小孩子来满足自己的性欲啊。那这个课题呢是现在必须要关注了，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叫 Scotland 来的人哈、啊，哇，他是闹得很多风波。那么呢，这些小孩子如果呢是被性侵犯之后，他大了啊，他有一些他自己呢从受害者会成为加害者的。那么这些孩子他们大了之后啊，他们都会长期啊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情绪底下啊。那近来呢，其实是会有看报纸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就是天主教啊还蛮好一些神父性侵犯小孩子啊。那么呢，那个破啊，就是那个罗马的教皇啊出来道歉了，他经过调查真的是如此了。那么呢，我是会有看一些纪录片啊，访问这些受害者，受害者已经大了三十几岁，他们说哇，他们呢，当他们一发意识到自己啊，十来岁被那些神父侵犯了，那在父亲犯之后，他们大了啊，他们一想到这个事情是很难过，有些非常愤怒的，那有些呢，甚至吃药啊，来让自己控制自己掉进那个悲伤的情绪里面。那么呢，师父之前看个短片，有一个很遗憾，二十来岁的男孩，很英俊的，就是。过度服药死掉，因为他要控制那个不愉快的情绪。那么那些三十来岁的已经罢了，他们一提到这个事情哦，还是会哭的。所以可想而知呢，这个性虐待的本身呢，伤害很大。那同学留意啊，根据报道显示呢，通常加害者啊，蛮高发现率啊，十个里面呢有六个到八个是熟的人来的，哦，是熟的人来的。然后呢，反正不熟的人是少数的。所以就这个缘故呢，如果你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呢，要好好保护他们，一定要有适当的性教育教会他们啊。我想知道像你们龙运这样小的地方啊，像师父讲的这些东西呢，你们是不是因为因这些关系都已经很普遍了，这些大家都晓得，要教小孩子这一些保护自己，是吗？来，同学，龙运的同学，正请请请。请教一两位同学，请教位同学过来发表一下，
还是小地方对这些东西还是很避忌不谈的，还是 Facebook 让大家都已经开放，而且就会教小孩子要小心啊。啊，郑欣，请一位代表上来发表一下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啊，因为呢，龙运那边线比较差一点，好，没关系。我先让这边呢，因为呢，你在纽西兰，之前是在纽西兰留学嘛，虽然那是好几十年前，那个年代的纽西兰呢，对于这一些呢，这观感已经成熟了没有啊？我们有请志祥发表一下。这种儿童性虐待啊，同性恋之类的。这种意思呢，在纽西兰来说，我是认为是很普遍，因为对西方人来说，这种是一种说一种防范啦、啊，也当做是一种知识了、啊，人生的知识了、啊，所以这是没有说有什么隐瞒了、啊、不好意思的那种行为。啊，就像你大概是几年的时候呢，在纽西兰，多年前的事情在纽西兰？大概整30年前。30年前，就是30年前的在纽西兰呢，谈这些已经有说会有不好意思啦，或者什么？你讲个完整的句子，30年前。啊，三十年前我是在纽西兰，那时候我是觉得，因为是在西方国家嘛，所以说他们的思想观念不会说有觉得有什么。说害羞了，不好意思的东西。对，说的同性恋，影响到大家。30年前也是很普遍谈的。啊。我们要开个眼界，我们差多远了。啊，龙运的同学就请一位出来。你们小地方会不会很顾忌谈这些？还是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聊的了？现在网络时代。月平啊，通常我认为好像这些以我啦，我都是让孩子从报章的新闻，好像知道这些事情啊发生的事情，让他们从那边知道它会造成好像伤害了某方面的伤害啊，不是这个也是最啊，也没有。认识就是这个是不对的啊，以及怎样提防这种事情啊，谢谢。啊，不要走先啊，刚刚其实这线不是很理想啊，你告诉我一下，是不是龙运虽然是小地方，但是这些其实因为 internet 关系，大家都已经去会了解了，是吗？小地方有没有说比较保守，还是其实已经没有聊的了？不会啊，师傅不会，我觉得这种都很普遍的，应该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对这些是就是好像城市这样了，没有说特别小地方有保守。谢谢。好，很感谢。龙运呢，其实是在登嘉楼一个地方，相当小的，它是靠近炼油厂的啊。所以呢，应该都是 internet 的关系了。我相信30年前，如果是小地方啊，谈这些应该很顾忌的啊，这样子啊。我也想不到纽西兰这些欧洲国家比我们快那么的多啊，30年前是很厉害了，30年前嘛啊。OK， 好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并与众生同享清净无染的生活了。那就是呢，因为呢，当就是没有这一些邪淫呢，还有小孩子呢，也是内心清净无染的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变道呢就不会有怎么样了哈、哦。啊，师父之前呢，其实有看个短片，那个短片呢，他是有一位受害者回老来的了哈、哦，他自己受害，他就是被性虐待小的时候，他生了小孩子，那么他去探索。为什么那些人会对我们进行性虐待，然后他也再去调查，那么是不是被性虐待之后大了一样也会想性虐待小孩，他说我不是，至少我不是，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受害者，可
可是他大了，他正常结婚，他有小孩。不过他是要知道啊，其实即使在西方社会，很多都会谴责，就是软童癖，就是虐待小孩子的人。但他说，但他却想客观去理解，什么缘故造成你愿意你会做这样的事情？然后呢，你受害者本身，或你长大之后，尤其是家属，你愿意原谅他吗？然后呢，你本身你是加害的人，他也跑去访问了。哦，他跑去访问加害的人，因为很多在外国呢，这加害者都是进行治疗。这治疗也是有效，有时没有效的啊。他跑去采访这样子嘛？同学，你们对这样子的影片，有没有兴趣要离要看呢？啊，有兴趣看的话，师傅可以后续给你们，就是多做些理解这样。有兴趣的请举手看看。啊 ，OK， 志祥有兴趣，好 ，OK， 好。啊，然后呢，龙运呢，有兴趣这样的影片的，请举手一下。有吗？啊，没有啊，他们没有兴趣。师傅刚才问什么？可以重复问题一下吗？哦，刚刚师傅问的问题呢，就是呢，师傅有看一个短片，刚刚进来看到那个短片呢，是一个受害者哦，小小被性虐待，他长大了，他生了小孩，他去探索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本身是受害者嘛，那他去多找几个个案证实呢，他们被虐待的人大了未必会成为加害者的。然后他去采访为什么有一些人家人呢要去对孩子呢进行性虐待，然后呢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呢会有加害者，然后呢受害者加害者他们呢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这样的问题。龙云同学，你们有兴趣吗？有兴趣的举手看一看，我就PO上去给你们看了。啊，有人有兴趣吗？举高点。OK， 他全部举手哈。哦，你们举手啊，是不是太好意思放了？因为看这东西，我不懂你们是想开放到哪里哈。啊，我放给你们看，你们就会看到一个从受害者的角度去看待了。他有去调查哈，为什么一些神父啊会去加害者？哦，这个神父加害很严重哦，他是过几百个神父啊，而且是加害过几千个儿童，而且那儿童大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闹得非常的严重，是1990年开始爆发到现在，哇，相当不得了，这个而且都是天主教那边是比较厉害哦。而在纽西兰，你在已经读书都已经是这样了，都听过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有没有？Hello 啊，邓琪有听到你讲话，是明白。嗯，师傅那个影片有吗？啊，没事吗？有什么事吗？邓琪，你在那讲话。师傅那个影片有那个 link 吗？可以不可以传那个 link 给我？我会那个影片会很长吗？啊，会 send 那个 link 给你们，会放到 WhatsApp 里面去了。啊，就是有 tube 来的，好，这样子了啊。OK， 好。那么呢，之前呢，在纽西兰的时候啊，他有过一些疑问，来你试一试，谈一谈你的想法，了解一下也就是。关于虐童的事呢，我是觉得很疑惑的，为什么是说宗教人士呢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哦，以前你在纽西兰的时候不常听到那边。不常听到，不过是看到是通过新闻或者是报章是看到外国他们有这种事情发生。你们想告诉他们纽西兰的人？哦，在纽西兰是我没有接触过有这种新闻，不过可能会有，不过是只是单一事件，或者是说是普通人在普通人的社会是发生，不过不是在宗教人士。嗯，
好了，我看了师傅呢就把那个短片 post 给你，你的问题有答案。Okay. 他就去跑去 research 找个神父来采访，这就是鬼佬他们很开放，他就 OK 有问题我再找问题，我就找个神父来问，那神父来回答为什么神父他们会去跑去乱还怎么跑啊？这个你就到时再 post 来看好，可以参考。很好，这样子的学习呢很多面向啊，可以好。要跟现代的东西没有脱节。为什么这个儿童演说信念在上海会出现在这个句子？这个写的人呢是一修法就是一行禅师。一行禅师呢，他早年从越南呢他搬去了呢，就是那个哪里哈？一行禅师哈啊，就是这一位了。这位一行禅师呢，就是呢，他在很早期的时候他是在美国那边住的，他是越南人。那么因为他可能住美国，他很早听过这些，他就把这个引出在戒律里面，这样子了。不然的话，其实一般像我们宗教进来都是保守的嘛，也不会因为我们这种年龄我们算是跟着时代跑嘛，所以你不讨论这课题不行了的了。已经必须要让大家都晓得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。好，来同学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谈不忘语戒哈。来请龙就正请你来读了。因为明了谎言哈。因为明了谎言、恶言和搬弄是非，是人都乱所带来的痛苦。我决心持守不忘语戒，我不散布不确定的消息，不批评或质疑，移植任何不肯定的事物，不处以引起他人的分裂和斗争，并愿尽力化解大小的冲突和误解。我誓言常说诚实柔软语，为他人带来清净和喜悦，常说清净语，为他人带来智慧和觉醒。好，感谢同学，请画重点了哈。OK 好。OK， 同学，其实我看呢这个部分师傅就不继续啊。原来因为师傅明天要出国，所以呢我就我们的课今天就提早点结束了，这样子了啊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呢也没有进行复述了啊。那我们下一堂课呢才来进行复述，这样子了啊。OK， 那同学下一堂课上课时间啊，稍等一下啊。我们是拜三三什么27号每一个，4号也每一个，11号才有课呢。好，同学，因为师父出国的关系，我们到7月11号才有课呢，所以7月11号才见面了。师父过大陆又过去沙巴哈，所以呢就会连续那么长的时间有课了，那我们再到7月11号才见面了，7月11号见面啊。OK， 师傅会在 WhatsApp group 里面再 post 这样子啊，post 影片再 post 这个软铜梯的那一个这个还有是放假的嘛啊。好，来同学，我们就一起进行回向啊，来同学。